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介绍一款脚链，就是这一款，26杯的，比较小的脚链。那么这种脚链的话呢，就稍微小巧一点点，承重肯定，因为是用在小门上面，所以说也不需要太讲究，所以说它的无论是臂还是杯都会是比较小的，比较节省空间。那么大家看一下，像应用在这些上面的哈，一些床门啊，里面放一些插头的话是比较小的一些门，那个小柜门的话呢，都可以用这一种铰链。再看一下，小小的，这就是26杯的，这个是大弯的铰链。那平时不用的时候就关起来。要用这个插头就把它打开，看，非常的美观，